你人懂他一点。啊，他要跟你还有爹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毛是被剃掉的。不止啊。罐头哎。买肉你比较方便吧？对啊。直接把这个放在上面，你按前面怎么？前要放什么？前要放。哎，这没有办法吃，不行的。好吧。啊，没事。你想吃猫肉泥啊？肉泥软的。哇！差点把那个弄掉了。趁你，趁你。后面还有一只，想要偷袭。